史莱姆的玩法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老外办不到的。在之前我们就见识过奇葩老外将史莱姆丢进洗衣机里清洗，当按下启动键那刻，史莱姆不断在膨胀，产生出许多气泡，最后老外加大动力，还没一会儿，嘿，里面的史莱姆呢，咋消失不见了。此外小哥还将史莱姆塞满马桶，按下冲水键后，满满一马桶的史莱姆直接被冲得干干净净。可老外貌似玩嗨了，这次又脑洞大开，要是将史莱姆放进真空室中，那么会发生什么现象呢？只见小哥先是准备真空室和史莱姆，接着小哥就将史莱姆丢进杯子中，将盖子盖住后，便将里面的空气抽走。还没两秒，这史莱姆不断冒出小气泡，并膨胀上升，眼一闭再一眨，史莱姆直接溢出杯口，这形状就宛如巨大蘑菇一样。不信邪的小哥又再次拿出蓝色史莱姆测试，当启动那刻，果不其然，这史莱姆秒变蘑菇，最后直接将整个真空室覆盖住。视频的结束，我们来玩个小游戏，你要是在评论区打出这个字，那么我就叫你爸爸。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关注哦，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有趣视频。